草屯镇公所的来去万彩头活动，今日伫嘉乐、新丰、顶顶六个区域展开，占地大约五公顷的面积，吸引真侪民众专家出动，做伙体验万彩头的趣味。另外，庆祝万彩头的项目，嘛有300组报名，参与相当的踊跃。农田内底牵着满满的金条，不管大人囡仔，拢伫烤菜头。也阿公现场教导小朋友安怎烤菜头，准备甲新鲜菜头扎登去料理。想说带小朋友一起来？就想说带他来田里看看萝卜长什么样子，让他摸摸看。对啊。小朋友会很开心？有啊，他们很开心。你们很开心？你们很开心？我觉得很特别，拔萝卜很像小孩子应该很喜欢玩吧。我没有踩过菜头。然后想说来看看，然后菜头好像都太大条。真侪家长带着小朋友落田，为实际体验当中来了解到菜头的生长，大家生感真欢喜。现在正是菜头的产期，草屯镇公所第五年举办着烤菜头的活动，分作着六个区域，开放民众来体验。以古早真难讲的吼。穷人的人生呐，穷人的人生哈，所以讲啊，他。不但可以长久保存吼，变做菜脯以外吼，啊，佫有足侪足侪吼，拢的人吼，会当予咱的食材吼。专程吼种植咱稻米吼，将近吼超过千二公顷，啊，当讲吼，即处咱公所吼，伫咱农民吼第二期迄个稻米收成以后吼，啊，伫休耕的时阵吼。来办理哈，这次的活动哈，啊，当讲哈，有真大意义哈。我七点就到场了。我们比较专业哦，有带椅子，然后带布袋，然后带很多工具来。对着每年参观人数愈来愈多，公所扩大着财政的面积，成为着乡亲加其他的活动，庆祝靠菜头的项目报名嘛相当踊跃。菜头庆冬比赛前五名，也有纪念品下提。草屯草头站，对。记者林雨欣，草报道。